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我哋 Gameplay HK 啊！嗱，我哋打算咧每个月咧都做一个咧嚟紧嗰个月咧有咩游戏玩嘅推介嘅。咁啊，由今个月二月开始啦，记住俾个 like 支持我哋啦，同埋咧 share 俾朋友读下佢哋啦，好嘛？嗱，二月八号咧嚟紧咧就有《双截龙四》啊，会喺咧 PS4 平台咧推出。咁啊，有英文同埋日文版嘅。其实 Steam 咧就一月三十号就出咗噶啦，因为咧。好似话 delay 啊，所以咧 PS4 咧就迟啲出，咁啊唔知有冇朋友有兴趣咧？反而买 Steam 咧，仲会有埋中文版添，电脑唔知点解着数啲咧？好似我呢啲咁嘅八十后咧，一定玩过红白机版嘅《双截龙》啦。咁睇翻画风咧，就用翻咧红白机嘅风格啦，好复古啊！咁啊啱晒我呢啲咁嘅老饼啦。唔知咧新一代啦，九十后啊，零零后中唔中意咧？咁呢隻游戏可以话系之前《双截龙三》嘅正式续作嚟嘅，想揾翻童年回忆咧就唔好错过啦。咁过多一日，二月九日咧就有一隻后生仔都啱玩嘅游戏《四女神 Online Cyber Dimension Latoon》呢隻 game 咧就系 PS4 独占嘅 MMORPG 嘅风格，咁即系好似 SAO 咁样啦。不过咧呢只 game 就得日文版，咁如果大家识日文嘅话咧，就可以容易啲了解个故事啦。故事咧就话玩家系被选上咗接受女神庇护之人嘅身份，为咗拯救四位女神所创造嘅世界咧，而展开咗旅程嘅。咁同一日咧有另一只正嘢人王，咁之前咧我就玩过 demo 噶啦。咁佢嘅故事咧就系日本知名导演黑泽明嘅遗稿改编而成嘅，而呢只 game 出名嘅地方就系难玩，仲有就系呢只 game 咧喺零五年嘅时候就首度曝光啦，直至到而家先至真正推出。究竟中间发生过啲咩事，要搞十二年咁耐啦吓？如果想挑战自己唔发脾气 ，EQ 够高，唔会玩到掉手掣嘅，咁就买嚟玩下啦。玩玩下人王啦，过多五日，二月十四情人节就咧有一只 Ubisoft 推出《For Honor 荣耀战魂》啊，咁呢只嘢 Ubi 咧就系极力宣传啦，超级重头大制啊，咁啊 PS4 啦、Xbox One 啦、PC 平台推出，咁啊仲有埋中文版嘅，咁呢个游戏咧系以古代战士为背景嘅动作游戏嚟嘅，咁咧玩家咧系置身喺三大派系啦，骑士、维京人同埋日本武士。点啊？大家对于古代嘅战斗有冇兴趣啊？如果有咧，就喺呢个二月十四号咁特别嘅情人节里边咧吓，买翻只游戏啦，打散打死，连女朋友都唔要啦。同一日咧，就有一只《追击之神四》嘅推出啦。咁呢只 game 咧就系喺一九四三年嘅意大利咧，扮演一个精英追击手，同意大利勇敢嘅群众并肩作战，去对抗法西斯主义对意大利嘅控制。如果佢嘅任务失败嘅话咧，未来嘅诺曼第登陆就唔会发生，欧洲嘅历史咧都会遭到改变嘅。咁呢只 game 最特别嘅地方就系咧，当佢子弹打入敌人身体入面嘅话咧，就会有一个 X-ray 嘅慢动作画面嘅。咁所以咧玩呢只 game 嘅时候，打敌人嘅边个位置咧都系好重要嘅。通常咧玩家都好中意打男人最痛嘅位置嘅，大家明噶啦。咁所以咧二月十四呢个日子，我呢啲咁嘅单身寡佬咧就大把嘢玩啦。过多两日，二月十六咧就有一只咧《数码暴龙 Lex Order》推出啦，喺 PS4 仲有埋中文版。其实本身喺几个月前咧 PSV 已经有噶啦，不过咧今次咧仲会加入新嘅数码暴龙。咁我跟翻官方啲名读啦，唔知有冇译错啦，同香港名唔知有冇出入。有呢个闪光暴龙兽、长尾兽、科学怪人兽、海天使兽、暗龙兽、混沌兽、海煞暴龙兽、海甲加鲁鲁兽等等咁样嘅，总共咧有高达十二只嘅数码暴龙咧全新加入咗噶。如果冇 PSV 朋友咧，咁你个 PS4 推出就唔好错过啦。咁啊，隔咗日廿三号，咁啊 Square 推出嘅《尼尔：自动人形》咁，当然系 PS4 独占啦。故事嘅时间咧就喺前作啦，尼尔人工生命嘅结局嘅遥远嘅未来，地球咧就俾外星机械咧生命体咧侵略咗啦，人类咧就搬咗上月球度住，咁玩家咧就系扮演啦人类制造出嚟嘅人形战斗步兵啊 2B， 咁喺地球上作战嘅，
咁游戏开发团队咧，白金工作室啦，更加咧同呢个咧 FF 十五合作啦。喺宣传片上面咧，可以睇到啦 ，2B 咧系拎住咗男主角洛克蒂斯嘅武器啊，引擎剑噶噃，甚至咧连移动嘅模式啊，战斗风格咧都好似嘅。咁应该咧吸引唔少 FF 嘅 fans 噶啦。咁唔知呢个动作嘅冒险游戏吓，大家中唔中意呢？咁喺同一日2月23号咧，《机战 V》正式推出，咁啊中文版都有埋嘅。因为呢样嘢最感动咧，因为玩咁多次《机战》咧，咁多年以嚟都系睇佢讲日文，都系得日文字。今次终于可以了解埋个古仔啦。不过咧，唔知个翻译会点咧，会变咗做钢弹咧？咁我哋主要讲下新嘅参战作品啦，就系咧《机动战士高达》里面咧，闪光哈萨维即系布拉道个仔。呢排呢个机体咧，好多好多游戏啊，或者玩具咧，都系咁曝光。我唔知 Bandai 系咪谂住煲佢啦。另外就有海盗高达啦、骷髅之心同埋钢铁之七人。另外仲有勇者特急队啦。加上咧真铁甲万能侠斯沃、宇宙战舰大和号2199，另外仲有天使与龙的轮舞啊！今集咧 ，Eva 都有参战嘅。咁當然啦，我最中意嘅阿寶咧都會登場啦。咁佢一開頭咧就唔係揸 RX78啦，因為咧今集咧淨係包含呢個咧馬莎之反擊，所以咧佢係會揸呢個咧 New 金林出場嘅。各位機戰迷，感動嘅時刻嚟啦！中文版機戰 V 唔好錯過。同一日喺 PS4 上面咧就有一隻 RPG 推出啦。魔女与白骑兵二，咁呢只 3D 动作 RPG 咧，就系之前喺 PS3 出过《魔女与白骑兵》嘅续作嚟嘅。咁动作要素比前作咧就大幅强化啦，同埋咧佢将会喺今年夏季推出中文版。咁如果对呢只游戏有兴趣嘅朋友咧，就可以等一等，到时玩中文版咧就可以更加容易去了解个故事啦。咁呢只游戏咧，除咗世界地图之外，所有嘅迷宫都系会自动产生嘅，所以你每一次入去都会有唔同嘅体验。好啦，今个月咁多正游戏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多时间玩得晒咧吓，应该系拣翻几只心水嚟玩啦。如果中意我哋呢个每月精选游戏介绍嘅，记得 like and share 啦。好，多谢大家收睇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我有黑色、白色、蓝色。嗱，我有木纹、蛇皮、喂、国旗。哇哦，仲有风景。好啦、哦，抽象啦。想点先？靓啊你！哇！忍唔住上去 everything.com 睇咩新款先。